今日的潛力股呢就可以講下呢只啦，中航科工啊，做一啲飛機嘅，特別係直升機嘅唔少嘅嚇。咁你點解有潛力呢？咁就係見到今日嘅市咧就麻麻地啦，但係咧佢咧就出現一個突破喎嚇。佢之前咧已經突破咗一條下降軌噶啦，今日咧就再突破埋呢條虛線咧，虛線咧就係一個高低腳嘅雙底啊。穿埋條頸線，個頸線大概5.12到啦。今日穿咗上去，晾喺上面，咁而且咧就穿減咗兩條嘅平均線，穿咗10天、20天平均線，成交好大喎嚇，就有啲買盤喎嚇。咁嘅情況之下咧，就短線咧有機會咧就出現一個技術性嘅反彈，所以某程度嚟講有技術上嘅潛力。不過今天就升得比較多啦，咁啊撐佢咧回軟啦嚇，回軟咧逼近呢個雙底頸線啦，即係5.1度啦，就可以都有短線嘅操作嘅嚇。指示位誒擺喺頸線又得，擺喺低啲呢啲位又得啊，即係呢個高低腳小雙底度都得，4.7毫7啊，4.8度啦嚇。咁你搏佢咧就再做好啲啦，起碼咧就嘗試更高水平，譬如呢個阻力位就係呢個5最近一條咧100天線啦。另外咧，可能咧前浪頂嘅阻力咧，都可以視為其中一個目標位嘅5.8啊。呢個咧就係中航科工啦，佢潛力所在咧就係技術上咧係有啲潛力啊，因為咧配合大成交突破小雙底頸線。